喝茶是很幸福，因为只有喝茶的时候，我们的心才可能真正的平静下来，才能够真正看到、听到自己的心。因为我们平常很难得，连自己的心跳都很难得听到。因为喝茶让你真正能够心平静下来，最起码，我们从听我们自己的心跳开始，你可以感受心的存在，让你的灵感的中心来主导你的一切。来这里不管每一场茶会，就是因为我们一下子一阵子以后又恢复了，又迷失在头脑的幻觉里面了。所以啊，喝了茶以后又会重新跟自己的心找回自己的心跟连结，所以基本上在这一退一进之间不断的还能够不会落差太离谱。人体在能量在转换的时候，当然我们表示我们提升的速度非常高速，所以我们要带着全然的信任，以我们的心智领导的，现在要改由你的心做领导，所以这一切就会整完全的改观，我们的创造力也会很快就能够解决这些所有的问题。当然我们希望提升的更快速，这段时间很快就跨过这个阶段。在转换的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要不能把这些把现状当问题看待，因为我们要解决问题，就不能把我们这个现状当问题看待。当你改变这种想法的时候，当然这些问题就会不存在。歌词里面的伟大的心灵在于自我完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包括你所有的成长进化都一样，因为都是一个人独立完成，都是属于自己的，所以千万不要想依靠别人，除了依靠自己，靠自身的努力去调整，你才能真正的进化。当你想依靠别人，你反而自己的跟自己内在的核心反而不容易连接，因为只有这个完全这个依赖自己调整，当然那整个的能量才会协助你更快速完成。因为生命最深层的目的就是进化，所以我们每一天所想的东西都是为了自我在不断的独立自主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一般来讲都是想依靠这个外面的力量来调整自己，依靠别人给你这个协助进化，所以第一个你已经错失了最快速进化的机会。你只有依赖自己，那个因为那个能量才会自动的协助你。当你想依赖别人的时候，实际上你的能量
自己就不可能跟自己的内心连接。有什么问题吗？好，谢谢。会长，你教教我们做生意吧。就是，我先讲一下自己的情况，因为之前就是因为家庭的原因，然后跟父母在一起工作，我工作有八年，然后很不开心，然后接触茶以后，觉得应该换种活法，但是也没换成。然后现在想着2015年了，觉得还是要为自己，然后去奋斗一次，或者是活一好好的这种活出一次，叫什么来着？自我完成。其实我第一个最不喜欢做生意的人，但是我从年轻就做生意了。因为我为什么会做生意？因为我曾经找过工作，人家一去应征，人家说我这里没缺老板。所以啊，就注定了这一辈子就必须当老板的样子。其实我从开始他们说什么大师，我连这个概念都没有。那当大师要干什么？如果是大师，我看能够到银行换点钱买普洱茶比较实在。我每个人说我是怎么样啊，是佛。我说如果这个拿去换钱比较实在吧，就是这些有什么意义？所以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虽然不会做生意，很务实。只要我这个名号里面给我的会长能够去拿到银行换钱，我就换掉了，会长不要。开悟不是要你去哪去追求什么，开悟也不是叫你去改变什么，其实只是找回你本来就拥有的东西。每一天能够找回自己很快乐的生活，很轻松的生活，其实那就是真正的开悟。一般追求开悟，实际上都是把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生活当作开悟。实际上，真正开悟的人，只是享受每一个当下、每一天的生活而已。Thank you.
今天走路虽然花没开，但是花没开也是一种恩典，是一种很美。每个人拍出来的东西、照片都要享受，这个全部很灿烂的时刻。我们享受，因为我们喜欢欣赏它树木的木干的部分。如果今天这个都是花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看到那个整个树木它的枝干的枝体美。今天花还没开，所以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每一棵树的绿与美。这何尝又不是一恩典？所以有些时候，生命要你去享受什么，你不用有所期待，你只是每一刻送给你的礼物，你都能够感受到，那就是开悟的人。一个开悟的人，他只是每一天都会很愉快，带着非常恩典的态度，很感恩的态度，能够享受每一刻那种完美的一个上天的恩典，每一天能够享受那一刻，其实上我们就已经很开悟了。只要随时都能够开心的笑，当然你的生活一定会很丰盛的，就表示这个你的能量才不会太低的。人就是因为你笑不出来的时候，就表示因为你是由头脑在过你的生活，你的心智在过生活，当然笑不出来了。你笑得出来，就表示你是用心去生活嘛，所以当然那个一定是很开心的。探す